班长不算数，大家拢一票，你哪会？等签完的直接中午。没啦，没啦。签完的人，你可以先大约的看一下，然后等会儿如果老师要做导览的时候，你再过来。我有你的签名。啊，加蛋加十块啊，对不？啊，无可能哦，蛋都加啊。好了，没关系啦，有的慢慢走了哈，不要这样子让你们好像堵在那里。啊，老师一定要签啊！啊，老师哪三个签？有没？哎，那你签签的名单提来摸彩。你干嘛呀？啊哈！好，放在旁边，放在旁边，对。放在旁边没关系。